给了我们最棒的礼物，就是我们不用花钱，我们透过山林所出产的树木、蔓藤来制作我们所有需要用的工具。比如说我丢一刀给你看，你就照这个，所以你看那节奏就不一样。它一定会被赋予故事，因为一定要有故事，一定要有神话，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表征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地位。啊，所以我觉得很美的就是说，像我们的琉璃珠，我们的牌，我们的桃壶，我们的手纹，我们的雕刻，我们的任何的一个图腾，它都有故事加进来。牙根的乌鸦。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小朋友，你们非常的幸运，我只能用幸运两个字来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在这几十年来，因为汉人的进入，因为日本人的进入，我们几乎都已经把我们的文化给丢掉了。他的婆婆，他的婆婆的，对，婆婆是古丽娘。对，古丽娘的母母，古玛利亚。啊，古玛利亚。阿爸穿木丁啊，那那玛利亚。他是古玛利亚。对。你去看你啊。不这么沙哑吗？这是他的公公的画的，因为那个他们是看脸谱的长相。那是木头的老师。高志珍，高志珍老师。哎，高志珍，高富忠、高富贵的爸爸。啊，高富贵。你是女儿有来、啊？对对，因为我们这次就是把所有木雕师傅的第二代、第三代找来。因为我们只想认自己家里的东西，对，只能想念，怀念，很怀念啊。这个过程是以白万族的文化来雕，跟高老师一起配合。高老师一起雕。电视去看的时候，我跟哥哥真的吓了一大跳。为什么里面人家所有的馆藏是在台湾见不到的？尤其包括以前的嘉兴村的器皿、生活器具、雕刻，全部人家收藏的都非常的到位。那一看就是觉得是当时是很有系统、计划性的收藏。我们一直有一个记忆跟印象，老人家告诉我们，我们有部落的作品在日本是卖给了日本人，如果可能，我们想再去看一眼，我们想再去享受感动那个老人家在过去以往的那种对艺术的执着，对艺术的这样子的权力的摆上，我们想看的，
我们想找回来这样子的感动。